你胆子太大了！别拿！让他抓！是我打了无比的黑洞，多神秘！张峰跑了，你可够黑的。 我现在就是个罪人，我这次是免费辩护，你太天真了，犯的可是死罪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是，我不该让阿强干这事儿。黑社会背景的犯罪集团，你已经放了。为什么呀？事实的真相。什么叫犯法？谁让你们气的？想拿我的儿子开刀，这帮王八蛋没看错。 是不是该和局里领导联络一下？对啊，刘队，那天我们可是商量好的，你忘了？哎，再容我几个小时好吗？哎，王明，对你嫂子和亮亮那儿，我有点不太放心。怎么了？有个刑满释放犯，老往家里打电话，你又有这麻烦？让龚倩跟着吧。 不，我的感觉，他比较难缠，他不是一般的人。干嘛让我去啊？咱们这有这么大的案子，私人的事儿，找个别人不得了？你又不懂事儿，什么叫私人的事儿？和刑警队结下仇的都是公事儿，刘队这两年结了不少仇人，咱不能让嫂子和亮亮跟着咱们受罪吧？就几天，没事就完了。 我出去一下，争取赶在你们下班之前回来。刘队，昨儿你发这么大的火，不是为了案子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从来没这么黑的骂过我。这么说，我只想说一句：你别让聂明宇就这茬跑，再想抓他，可就难了。 亮亮，哎，你就上学放学的时候远远的瞧着，没事就得了。那我手上那个无关的案子怎么办呀？有的是时间。嘿，你好，见面啊。 刘翠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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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别了青春，啊，别了欢乐，无中时的少年抛弃了我，让我多么悲伤。无中时的少年抛弃了我，让我多么悲伤。多少年没唱了，嗓子不行，快下来了。谈正事儿，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现在摆的这个位置是吧？你跟我说一句实话，我心里就明白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了半天没听明白。哎，你不是说的，你让我查吗？我现在查了。啊，查的怎么样？有结果吗？不没有吗？你们不是还是怀疑吗？我告诉你，真范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你查了也是白查。你不说是兄弟吗？兄弟，我就告诉你，什么事儿没有，真的。弄不好，这话我倒担心，给你自己惹什么麻烦。算了吧，真的，干点什么不好啊？真的，哎，同学都等着呢，进去啊。不会吧，明宇，你听我的，我现在是提前跟你打招呼，提前跟你说，到时候出了事儿你就甭怪我了。振汉，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我告诉你，不能说是笔笔都非常干净。也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更不会接触到什么犯法的事儿。你说那个走私离我太遥远了，所以我说你呀，算了吧。聂明宇这个感情关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。我哥不好吗？怎么了，蕾蕾？你怎么跟我说这种话？嫂子，你太不了解我哥了，你胆子太大了。蕾蕾，你都知道了，看来我再怎么小心，早晚也会被人发现的。不过我还是谢谢你，先来告诉我，
我自己的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嫂子，你要是不爱我哥，你要是爱那个男的的话，我会尽量帮你的。可是你记着，我绝不会让我哥受到这件事情的一点点伤害。看来你哥哥真的没有白疼。不过雷雷，你错了，我不爱那个男人。我以前曾经深深的爱过你哥哥，可是现在……那你为什么？你不知道这样做很危险吗？我不想看着一个好好的家被你给毁了。雷雷，你知道这些年你哥哥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是他的亲妹妹，他对你好，可是他是怎么对别人的，怎么对我的，你都知道吗？你哥哥做的那么大，你知道他是以多少人为代价吗？哎，凤倩，啊，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让你看着亮亮吗？我已经把亮亮送学校了，离放学还早着呢。我在那儿待着干嘛呀？哎，你们俩去干嘛呀？刘队到市局啊，要搜查手续去了。我们俩着急，想跟着去看看。够呛要得回来，怕他到时候心一软，什么都要不回来。哎，那我也去吧。你干嘛去？我跟小田去就行了。我看还是你们俩去吧。湖畔的案子正分析头骨呢，我着急，我去看看吧。啊，那也行。哎，拜拜。什么事都跟着。要绑架，啊？您今天要是不答应我们的要求，那还真差不多。嗯，我们今天是来给刘队打气的。局长，现在可是关键的时候了。哦，哎，庞头，今天我们来，就是想从您这儿拿到搜查令。只要把搜查令给我们，想去哪儿，我送你。局长，孩子们都已经求情了，您就。哎呀，庞头，外头风多大呀，回办公室吧。就是啊，走，回办公室。我要向困总我。可以啊。当心哪天派上你的用场，哪天要你的命，你得给呀。你随便，王老板不是说了吗？那咱先好生养着，要替人准备，到时候找我再说。你妈有病，到时候哪找我呀？刚出来没两天，谁知道你小子在哪儿啊？不是，哎呦，话都说不利落，
抽上洋烟了，小媳妇，哥们儿抽两年了，再不混双药呢，也对不住自己啊。来，嗯，让我瞅瞅，嗯，那车是你的？当然。哎呦，行啊，混得不错呀、啊。哥，走。哪去？就带你好好爽爽。走。哥，哦，雷雷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，啊，就这个。哥，啊，你这嫂子不能好点儿？怎么？昨天我跟嫂子闲聊起来，她好像挺伤心的。我不想让她伤心，当然也不想让她伤我的心。哎，雷雷，这个，难道对你来说婚姻不重要？这么大的主题，来，我先问问你，这个看了半天我没看懂。我希望你过得好，过得幸福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公司做得怎么大，有多少人围着你，这都是长不了的。对，是，我想问问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无论你和嫂子之间出了什么事儿，我都认为是你的过失。真的是不好办，这不符合程序，懂吗？程序。局长，反正您今天要是不给我们想一个办法，那我们就不走了。哎，红姐，怎么说话那么没规矩？留对面子往哪搁？这话得这么说，听我的啊。庞口，龙腾公司这案子这根尾巴今天能不能抓住，可就全看您了。局长。就是有些事情啊，这成在程序上，败也在程序上。那当初我不想查时，你非让我查；现在我想查了，您又不让我查，这活真是没法干。那干脆这样吧，我们打个报告，就说聂秘没什么问题，是吧？好啊，谁不让你查了啊？我只是说现在我没有权利让你们进去查，懂吗？除非是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是人家海关立了案，把这个案子交到我手里边，我这个公安局长才有权利批准你们进去，懂不懂？那好，那就等吧，庞头，时间可不多了，咱们就等着人家把那批车给转移了，咱们再查。就是，以龙腾公司的能力转移这点东西，多容易啊！白天他们不敢，除非是晚上。那必定。哎，昨天，啊，昨天怎么了？昨天怎么了？就昨天我已经派人偷偷溜进码头，想看看货，被他们发现了。但是庞头，你说，我们的人一根毫毛都没伤。刘振汉，你们简直是无法无天，你们知道吗？是犯法的，懂吗？你们，啊？哎，庞局，您别急，这样吧，回头我给您写一万份检查，然后您再把我安排到老林里看坟都可以。但现在得赶紧办了，不然他们真把货给转移走了，就真麻烦了。那我只好去找陆柏霖书记了。哎，我把话说前面啊，如果这个事弄成了，那你们从现在开始，那就面临着一场生死较量啊。刘振汉，我问你，你做好这个思想准备没有？局长，这个我早有考虑。哎呀！哎呀，这是洗澡啊？都洗澡吗？这得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又问你们俩是几年这么享受的？也是。哎呀，咱们进去那会儿哪有这玩意儿？哎。
当年咱们就知道拿刀砍人，想想也他妈挺没劲的。现在你到大连瞧瞧，谁还打架呀、啊？谁打架谁上帽，那都是下层干的事儿。是，这几年这世道真是变了。现在谁有钱谁你妈大爷，没钱就是孙子。那帮刚进血的那小兔崽子，恨不得一月就挣你妈万八千的，比工人一年挣还多啊！什么事儿啊？你知道，这叫知识，知识就是钱。看，我这辈子算是完了，你要留着汗就废了。哥，现在跟十年前可不一样，可不是咱们天下，什么事都小心点，兄弟别的帮不上，以后有兄弟一口。就您哥的一口。行啊，老庞，这是好机会啊！哈哈，听你的意见，做这件事儿不要沾亲带故、拖泥带水的，啊，狠下决心吧！天都市的几百万人等着看我们呢，啊，哈哈，就这样吧，我急着要出去，我让秘书办，保证两个小时送到你那儿。怎么样？聂总，这个刘正汉又带着人去海关了，担心了吧？我担心什么？等他们去，黄瓜菜都凉了。是啊，现在是不用担心，可是这是一个信号，说明刘振汉对咱们开始动手了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田科长。李科长，你好。这位是新上任的吉斯科科长贺清明。你好，贺清明。你好，刘振汉。这都是农民的货柜吗？是。啊。你们装什么东西啊？啊。报单上写的是电子零件。看一下，可以打开看看吗？刘队长，我们已经很配合了。按理说，这查货验货是我们海关上的事儿，你们公安系统……别误会刘班长，我绝对没有不尊重您的意思啊。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，我个人没什么。但是，我在海关关长这个位置上，代表的是国家海关至高无上的尊严。刘馆长，我想陆书记在电话里已经跟您说明白了，今天我们也带来了搜查令，我们是因为龙腾公司的一个案子需要查验他们的货柜，应该没问题。前两天你们不是来了两个小同志，我们已经把话跟他们说明白了。对，他们两个回去也跟我们汇报说你们很支持他们的工作，也希望今天支持我们的工作。好啊，刘队长，你们要是不怕麻烦，请便吧。不，林馆长，咱们也不麻烦了。既然我们到这儿来了，已经看了这些箱子了，这几个货柜我们也都看见了。虽然没看见你们什么东西，但是馆长您说，你们都勘验过了，那我们也就相信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没问题，就是没问题了。啊，再见。谢谢两位官长支持，啊，改日再见。好，来。怎么了？你不看了？官长车往后倒，只要他们反应，就说明他们有鬼。哎，队长，既然来了，就下来看看吧。咱们都是为了工作，啊。
检查走私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。好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好，刘队长，下次来我们还会配合。啊，好，多会长，后会有期。这件事儿，您放心吧，应该说都已经抹平了，他们查不出什么来。是，你办事我不担心。你看，你公司的事儿我是从来不插手过问，可是有一个人，我始终担心。我明白，您指的是赵志刚。对，您放心吧，这个人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他去广州。不是单纯度假吧？是，我是让他出去躲躲。我想这种小事儿，所以就没跟您打招呼。小事儿？问题就出在你认为这是小事儿上。张峰，咱们过去不是没吃过这样的亏，你留着这种后患，最后受害的是你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他和你的关系，别寻思情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？至于方式嘛，可以温柔点。有时候，小事儿也能坏大事儿。现在他们兴师动众，居然拿着陆书记的信去开箱验货。小心吧，张峰啊，你不是说海关和码头的人你已经拿下了吗？怎么还有人向公安局告密啊？哎，这个是我的失误，不过我尽快查。查出来，查出这个人，我对他很感兴趣。我还要去天都中学。货现在验得差不多了，等消息吧。查到那个告密的人以后，你替我好好招待他一下。一定。从小，我最恨的就是告密的人。哎呀，你们现在都混成这样，我还混什么？都这样，我刚出来会儿。也找着呗，很快就好了。哎，你现在做什么买卖？嗨，能买饭店，混口饭吃。行了，别蒙我啊！我看你这样不像是开饭店。哥，我怎么能蒙你呀？其实我那个饭店是幌子，我当点药品。先生您请。安生。哎，老弟。哼，药品？什么药品？不要当玩儿啊！什么？那个是毒品，要杀头的。那是毒品，那是什么？哥，这么着，我那买卖算你一股，咱们一块儿干。虽然我是你兄弟，我保你半年买车买房。哼，我不干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我不喜欢那他妈害人的东西。啊，你们家你妹子你哥沾了，你丫不窝心啊？哥。十多年了，你还这脾气。现在谁不为挣钱？要没钱，除老婆，谁认识你谁呀？哎呦，说话没规矩了是吧？我是谁？啊，你还瞧不起我，别搭理我呀。哥，这种事儿我不沾。哥，啊，咱们先进去。干这种事儿是要遭报应。我
我看这个案子得放两年。怎么了？咱们已经打好精神了。哎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这些箱子上一点灰都没有，显然是他们新换上去。有本事啊！居然在一天之内把所有的车全部都运走了。你给设想，他们得动用多少人才能在一夜之间把这些走私车全部运走？啊？可怕，王明。都对，我觉得这海关上上下下全部都和龙腾集团有关系。我可以想象，过不了多久，这些走私车就会堂而皇之地横行在大街上。哼，真是堂而皇之啊！别急呀、啊，我不为你好。那些买摇头丸的闲钱也闲着，咱不挣白不挣啊。我也想先用点钱把我们家老爷子给安顿一下，可那孙子给我的钱也不够我跑的呀。现在干吧，来吧，干什么不得钱啊？哥，真不巧，我现在是有一笔款在外边，周转不开呀。行了，我不是问你借钱，我是问你，哎，除了那事儿啊，怎么能弄点本钱开点小买卖？哥，我倒有个地儿，你可去试试。哪儿？你上那个湖畔别墅区吗？有个赌场。像你这样的，应该去试试。重要的事情了，王明、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跟你那个内线联系了吗？什么内线？你发过人家工资？那是我同学。哦，哎，你跟你同学联系了吗？如果龙腾真的把那批走私车从港口运走的话，那动静一定是不小的。你那个同学一定会知道。我也正想这事儿，我今儿看见他，他显得挺紧张，可能是怕海关的人。你再跟他接触一下，问问他昨天晚上的情况。下午吧，下午我再约他一下。嗯。天科长，上次我托刘副官长找那个人，找到没有？没有。不过刘官长为这事儿也很恼火。是。我仔细想了想，那天贺清明开箱的时候，除了我，
还有一个等科长，是老董啊。啊，我回来了。还有两个组长也跟着。啊，张庆、王奎是吧？那更不会了。哎呦，张总，你对我们这人个个都很清楚啊。那，你怀疑是谁呢？那天我不在场，我怎么能怀疑是谁？这样，你给我再仔细想一想，那天还有谁在场？尤其他不是我们的人。哎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一个人来，谁啊？也是一个组长，平常不太怎么爱说话。叫什么？装卸组组长曾阿强。小兔子。喂。嗯。前面马上就到了。这么远，将来我跟你爸怎么住啊？这还远啊！我跟您说啊，开车不到20分钟就到市里了，而且您看，这里的空气和环境都比市里要好多了。开车开车，那你爸退了休，哪来的车呀？你们俩还那么忙，总不能老让你们来接我们进城吧？妈，现在呢？有一个工程，您要是跟爸爸说好了让我做，我呢就送您一辆车。你是在贿赂你婆婆？没有，该不是让你爸犯错误吧？哪能呢，妈，就是现在市委要盖的那座新楼，他们现在啊正在招标呢。您回去呢跟爸爸说一声，给谁做不是做，干嘛不给自己人做呢？给自己人做呢，而且还不能保证质量。给别人做，谁给你保证质量啊？我倒是没意见，不过怎么跟你爸说呢？高级了，这有什么高级的？你和爸爸呀，早该享受享受了。是的，挺好，环境还不错啊。啊，挺好。你看这边还有花园，你和爸爸没事还可以在这散步呢。哎，去市里谈工作的事儿吧。我想我还是不去，我怕影响大刘的工作。哎，走，走，咱们进去看。不，阿姨，进去吧，我这还工作呢。孙校长您好，今天是特意为贺丹丹同学开了这个捐资助教仪式是吗？是啊，一会儿聂总也参加。哦。他向我们学校赞助了50万块钱，为了学校的发展，所以说我们搞了一个隆重的捐资仪式。就是我们的龙腾集团的聂总是吗？对对对。他今天到会了吗？哎，一会儿就到。你看来了啊，一会儿再说啊。好的。我想问一下，钱到账到了？那好，那好，那就我就放心了。来来来，我今天还有。
点事儿，跟大家解释一下你获得的材料。你看怎么不学啊？那个是我们河南班，那个轮椅上。啊，我还有事情，请您谈谈于先生50万的感想，好吗？以后再说吧。不怕你失案，分工不是那么死的。他们刚才分析过了，是为了轻松一下。我没说你，多什么嘴？王队，我其实有一个挺好的想法，现在正在尝试呢。说给我听听。啊，我就是想采用你。喂，谁呀？哎，我是阿强。哎，有重要事告诉你。啊。我找你呢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？又和老地方见啊。行，老地方，不见不散。